今天是2009年2月24号。你干嘛遮住啊？你干嘛遮住？还把妈妈枕头放在床地上，好脏哦，好脏哦，脏脏！干嘛遮起来啦？要拍你啦，真的的。妈妈帮你，妈妈帮你呀！用脚脚跟人打招呼，Hello。可怜的枕头，妈妈的枕头哎，你用你的臭脚丫放在上面，可以。妈妈的枕头啦！你这个小气鬼，妈妈不能跟你玩啊！不要啦，妈妈的。你这样躺，你要妈妈躺哪里呀？
你跟他打，你好忙哦，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躺好，叫他打，躺好了，叫他打，躺好了。你为什么把他弄在地上？